场我们就冲100%暴击，先出一个无尽，然后三个斗篷。想必聊天室应该也有很多喜欢玩小炮的吧？小炮沉寂了这么久，终于又有机会可以出头天了。太矮啊，上次已经改过了，太矮还 buff 了两次，音乐太大声了。好，这个音量怎么样 ？OK， 打 OK。还有比小炮烂的吗？有啊，吉克斯是吉英克是老鼠，被小炮扛克。法洛斯其实也被小炮扛克。大东前面也是会被炮娘杀的。炮娘还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他有位移啊，至少在收任何的时候你比较不容易死掉。虽然你可能会被压到这个塔皮，可能会掉个4-5层，但你至少不会死。好啊，你们这两个就在得意啊，等我们上6，一定把你们打死。该上了吧？哎，中了。快跑哦！呵呵呵，要被打成猪头啦！三大没虚弱了 ，surprise！ 直接把我治疗都吓出来了，猪猪怎么在那里？没事没事，就让特朗德继续刷，这个猪猪也没事做，我这样血量安全了，早按早 CD。三大就前期厉害啊，从中期开始他就很恐怖。救命啊！还行吧，感觉还 hold 得住哎。这边很硬要，快点扛兵，快点扛兵。活到了，一屁股把你坐死，再来一个。没想到啊，没魔的我也能双杀，哈哈！起飞，蜘蛛心态绝对崩了 ，gank 两次，下路被双杀。他走这条路回去好像有点难。好啊，就走啊，我们就不怕。好像是完全不用怕了，伤害差太多了。哎，你这么凶啊，兄弟，我没有办法，你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他死啦。砰！完了，很好，你就吸他，我打他屁股。啊，看你要挡哪里啊！啊哒，咚！哎，他怎么突然回那么一大管啊？我继续在下路发育好了。可惜这一版的 AD 真的是没有一只有用的，个个都是垃圾，好杀人哦！炮娘不杀人的话，真的会战要开始耍废了。哎，杀人喽！啊，被虚弱了。应该打他了。哎哎，音效出来了，子弹没出去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哦，怎么有猪猪啊？来去拆中路好了。偷狼 out。女黑人也 out， 危险这边，啊，这也死翘翘的没。嘿，他怎么那么猛啊？哎，还好还好，棒棒博把他敲死了，到底是啥鬼？怎么可能，他那么一点血我都打不死他。没事啊，这次就是一直换命嘛，反正我换着换着说不定我就可以浓到16子，任何一个角色跟 AD 换他绝对亏啊。来，冲上来了，先打女的。哎哎呦，露露还有这种出装了吗？差点上西天欸，兄弟们别再带那个来定我啦。哦，酸哦，寒生来啦！哇塞嘞，我们辅助塔一打断线了，救命啊！快来守中哦，没人可以守塔了。这边是不是知道我们辅助断线啊？打这么凶，赶快清兵，赶快清兵！有人 TP 过来嘞。
哎，秒杀一个，奥娘后期强吗？大概有大东的一半强度，有大东一半强度那是算还不错的，像伊泽瑞尔这种大概只有大东的三分之一吧，一百年的强度还可以了啦，只是也断太久了吧，感觉断了有十分钟哎，停电哦，这样子他们刷着刷着多一只蜘蛛，说不定真的会打赢我们哎，中路还是稍微推一下，哎，超亚赛，大叶怎么没了？啊，潘山要闪晕咯，完了又死一只，纳迪鲁斯回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危险，怎么痛啊，怎么那么痛啊，哦，完蛋，我还去 A 了他一下，还好纳迪鲁斯回来，后面应该还是能打，只是这个巴龙看运气了，冲啊托朗多，哎，被抓走了，被抓走了。露露怎么感觉会全收啊？漂亮，23-17，再抓掉这个24-17。但我还在打哎，哎，上西天了，好了吧，爸，你完蛋啦，兄弟，我来抓你喽。这个杀伤力是真的不得了啊，哦，有人来抓我了，哎，我可以秒他哎，全部敲死你打，甚至都不用跳到他身上，100%暴击，我们准备打龙团，你要少人了哎，哎，怎么每次打龙团就少一个啊，龙魂战，嗯，你朋友没了还敢跟我打，我朋友也没了，下去，来你就继续，你就继续啊，这有点尴尬哦，好像不该跳这么远的，纳迪鲁斯你不要啊，你一个怎么够他们两个打啊，哎，他是来拖时间的啊，下面一位换露露登场，哈，这个露露真的来抓他养的，哇，他很烦啊，他虽然是来抓养的但他很烦啊，他把对面烦死了，哇，黑人闪现，哎，这里我可以抓人呢，兄弟兄弟，抓人抓人抓人，他们完蛋了，他们完蛋了，露露开始了，呜呼，冲杀的啦，过来啊，哎，那你，他没闪了，他没闪。卡特连续收头，啪啦啪啪，咬他，连环收头，好出来了。其实我走上去跟他拼，是不是有点膨胀？哎，那就只有断了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又再一次的要被抓死了。哎，他背得到蜘蛛了。蜘蛛被处理掉了，这一次单挑我应该会赢啊，主要是刚刚我把一放在那个另外一个人身上，哇，打他屁股，这样对了，好，我去抓人，你已经死了兄弟，敌人呢，哎，他又被宰了，没事没事，很赚，这个应该也挂了，单挑就会赢哦，哦，要是我有治疗，没有，要是我是在外面的，露露还可以给我大，不知道是还没好还怎样，没魔了吧，还是跟着队友打好了，只要到龙魂战永远少一个，刺客三件套也不能到整场杀 AD 啊，如果 AD 六件套的时候还是可以逆转，耶，龙魂，
鲁斯，我们都吃到龙魂了，你不要再演了，快回来啊！怎么办呢？被开战了，快走啊！要少一个喽。我弄个头巾刀。你再来啊，再来嘛！哦，好怕那个潘神会闪跳我。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他好像要闪跳我。哎，露露 TP 了，露露 TP 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追追追追追喽！好，露露这个反速，一个都没有反到。啊，吃不起哦！我踩死你！GG，这样下去我是不是会扣分？GG，这样不会加分啊，他好像会扣分吧？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